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未来一周可能有致灾型豪雨，严防去年灾情重演。发展共谍组织王敏中等新党干部遭到起诉。川金会开启历史新页，但华府专家认为北韩实现无核化仍需相当长的时间。世足赛倒数计时，有饭店业者推出足球汉堡套餐，抢攻世足商机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